下面演练五式太极实战大法。实战大法是前有师祖从学于杨露禅杨班侯，有传王毛在吴建全，有传修培勋老师，修培勋老师传我第一种传统的实战用法。它的特点是注重实战。太极拳是一种武术，既有健身的一面，又有放身积极的一面，这个一动一静都要这个练上，动静兼备。下边开始演练。第一式七式大法，等对方抓握手的时候啊，一抓手我叫起来放出去。攻击有三种，他一拧我手我这样发，把这个手往上一拧，拧到上边，这是三种其实大法。也就是说对方握你、拧你、大拧你，这都是其实。当然这个其实还有好多用法，比方说咱们这个孔圣人叫孔夫子，说见了面以后恭喜恭喜，那么这都是其实的大法。说对方一抓我啊，一抓我三拱手，夫子三拱手啊，或者是对方一抓我啊，我百佛式啊，这都属于其实当中的大法。除此之外，其实当中还有好多大法，咱们为了时间关系先最基本的式子咱把它说了三种，下边接着往下说解脱法啊，抓住了以后如何解脱。好，对方抓住了我的手啊，解脱的时候不这样翻啊，往这面是这样翻，对，单手抓这样翻，还是这样抓啊，手指头找他鼻子，一找鼻子拿住啊，用那只手抓，别的拳里头是这样这样，在太极拳里绝不能这样用，这叫一二三慢了，在太极拳里头要造一，你看一，这个一就是我的食指手指找他鼻子，他一抓拿住换住啊，他一抓换，哎，正好找他鼻子啊，再换一换角度，对，这样抓住啊，如何解脱呢？这个手这么一转啊，还是这个角度这么一转啊，这叫纳劲儿解脱法，用太极劲儿来解脱的啊。这要是他这一抓的话，他要是往后拉我，拉我往前去打他手指头，他往后推我，推我往后一转啊，这才体现出太极四两拨千斤的实战用法。这样啊，形成这一个角度，马上立肘。也就是说当他抓住的时候，最简单的方法，自己的手指头找自己的鼻子，一找鼻子放出去了，这就是要领啊。所以说你看他一抓一找鼻子就出去了，说他用这个手抓，
我这个手指头找他的鼻子，你看，这就是基本要领。所以说掌握了以后，就非常省劲，也就处处符合力点力方向角度力点了啊。这就是整个趋势。好，练习太极拳蓝雀尾的实战大法。对方击我的时候，我走雀摆尾啊，来拳来拳，这就是雀摆尾啊，来拳雀摆尾啊。我打他，如果他要是搏架的话，雀起尾，雀起尾。我要打他，他往下压的话，一压雀落尾。再一个，他要是我打他，他要是一搏架，我可以走蓝雀尾。有了吧？雀起尾、雀落尾、蓝雀尾、雀摆尾。除此之外，彭绿剑，他击我来击，只是一按一击，一捋一捧，一捋一击，啊，再换过来，说对方来了，看啊，这是捋，王慧达是捧，所以说如果要是这么较劲，这就慢了，费劲，赖拳。赖拳这一捋一捧啊，这一捋一捧是这样捧的，下边是一捋一击，哎，一捋一击，一捋一击啊，下边再来赖拳一捋一按啊，下边再演练这面的蓝雀尾啊，他赖拳打我雀摆尾，雀摆尾啊，我打他，他搏架的时候蓝雀尾，蓝雀尾，嗯，我打他架的时候雀起尾，我打他压的时候是雀落尾，雀落尾。这个蓝雀尾就是蓝雀尾、雀摆尾、雀起尾、雀落尾。除此之外，按、击、捋、捧，啊，这就是蓝雀尾的实际大法啊。再上来，也就是说，两个人说要交手的时候，说一来拳，对，一来拳就是发啊，就是发。啊，这就是捋击捋捧，只要是正常少天的，这就捋捧啊，翻掌赖拳捋击。啊，这就是捋按。好，这就是第一个整个蓝雀尾的大法。下边演练单边的实战大法。单边是这样，所以说对方来拳单边啊，单边法啊，这面子单边，嗯，停。刚才这个劲儿，这个单边，我就是用外臂把它吃起来啊，就在外臂发的，因为它有劲儿，它如果要松着就打不出去，或者是再离单边也是在这儿发啊，单边，单边包括吊钩和单边，说对方进拳的时候，进拳吊钩打。吊钩可以打啊，吊钩可以打，说用右拳来的时候，这还是可以打，还是单边打，单边
分圆鞭、硬鞭、霸王鞭啊，因为传统太极拳全是实战击技啊，下边就再从演练这几鞭。第一，先演练圆鞭，说对方来了这个中路拳、中上路拳，那么我呢可以侧身进打脸，还可以呢侧身进打圆肋，还可以呢拉打颈部啊。下边实战演练，实战演练啊，看好。下边来这个拳，对，还单边当中包括雕钩，说来这个拳雕钩啊，这个雕钩就是来的拳的时候一个落旋打出去，落旋打出去，说来右拳的时候我这个还是一个落旋一吃打出去，是这么打或者是这么打啊，打啊，再来打，对，再来打啊。对方来右拳，对方来右拳打我的左胸，我如果打对方的左胸，这样吧，距离一样，速度一样，两败俱伤。这怎么办呢？我不打他这个位置，我打这个位置，打他的肩窝。这个肩窝为什么要打肩窝呢？因为他这一个持拳的时候力量在前拳上啊，这个肩窝就是他的中心点啊，中心重量的中心点，所以说下边实际演练，对，下边演练替受伤势，替受伤势在五十拳，替受伤势，说太极拳吧，它的大法是一静得动，也叫一静止动，说对方吧不出手以前呢我一静得动，说对方要出手以后呢，这个我就要追打干打，现在是他打我的中路拳啊，替受伤势啊，替受伤势啊，也就是说对方来了这一个拳以后是中下路拳，我这一个手是这么往下这么一按，他一失重，我替手打下巴子啊，来左手，左手中下路拳，我右手呢用太极劲一个这样的力啊，失重打下巴子啊，啊打下巴子，完了以后一发，这个这就是踢出伤势。这个太极拳吧，它是处处要符合力学，要走近照，说这个对方来的以后呢，说这个手，我这个手这么搭上接他的手的一刹那，我是走了一个内圈腰圈，腰圈啊，一个腰圈他失重，这一失重往上打，因为这就发不出力来了啊，这样发完了以后发掌啊，这就是第一个踢手伤势啊，两面一样，右手来拳，我这个手是这么按，一按打嘴巴子弯了巴掌啊，这踢手伤势。下边演练百合两刺，百合两刺在五十传统拳里头吧，两种奏法，一种呢是裹腰的，裹腰的奏膀胱经，那么一种呢是不裹，不裹腰裹的不没有那么大的啊，稍微往前一倾斜走的转腰，走的干净，也就是说走膀胱经这个是以健身为主，
组织一个干净的是以积极为主，所以说这个式子当中，对方我先演练右侧，对方用左拳打中下路的时候，我用百合两次打他啊，百合两次，说这一打百合两次，他打我的时候，我这个手呢是一个弧线往这边拿，这打太阳穴，他变他的关，他变的架，为什么他要的架呢？因为架吧，他从下到我的手距离最近啊，最近。如果他要是吧从上往下压，啊，他画了一个大圈，这么大一个圈，由那个三宅一四一六一算的话吧，这就距离老长了啊。所以说这一个当打的时候，他一架啊，我就是百合两次，百合两次，百合两次的左右。啊，一开始他击我圆肋，我是这个白鹤两刺，就像白鹤的两个刺子，我的右侧的这个刺子往后一转，拿起手来，左刺打他太阳穴，对方一架的时候，我这个左刺子往后这么一转，右手打他的大包穴，打的大包穴啊，大包穴啊，现在再反过来，他的右拳打我的圆肋的时候，我的这一个右手像刺子一样把它吃过来，打他太阳穴啊。他这个时候一架的时候，我这个右手往从右前方往后一纳，左手打他的右侧的大包穴啊。这就是百合两刺。如果他要是快一点打，快一点打，对，他这一搭一搭拿过来，对，好。下边演练搂膝腰部，搂膝腰部是进步进攻啊，在这个武士太极拳是跟杨露禅样板后这个传承下来的，他的秘诀当中是搂膝腰部卸中招啊，卸中招，说对方总上路来拳的时候，右手总上路来拳，我用搂膝腰部，这个时候我的腰这么一斜啊发出去啊，搂膝腰部啊，搂膝腰部啊，对，换这个手搂膝腰部啊，对，搂膝腰部，说这个搂膝腰部，说对方来了力以后，我这个手就这么一个弧线往这面一个弧线，对方失重完了又上步发人，搂膝腰部干这面来拳，这搂膝腰部走这个弧线，手走这个弧线上步发啊，这是搂膝腰部，搂腹膝腰部卸中招，主要就是这个身子要这么一斜，这个角度斜不能超过45度，这么一斜把对方拉起来发出去。好，这是搂膝腰部。下边演练倒撵猴，倒撵猴呢和搂膝腰部是一进一退，一攻一守啊，也就是说进着可以攻，退着可以守，那么退着也可以进啊，也就是说进退相依，我打他他走搂膝腰部，走搂膝腰部，对，走搂膝腰部啊，再下来，也就是我这一打他的时候，他走了个搂膝腰部啊，他这就是进攻的式子，我要破他这一个进攻的这个劲儿路，就用劲儿路来破他的这个搂膝腰部。好，来破，这是倒撵猴。再看我打他
啊，也就是说我打他的时候他是用的搂膝腰部，搂膝腰部卸中刀嘛，他一卸你看我就发不出力来了。那么我呢现在是走倒撵猴的式子，这个时候一搂步一撤，这是一按对方又是失重，在这个情况下我再发出去，这就搂膝腰部倒撵猴啊，前面是搂膝腰部，后边是倒撵猴，两个这个一攻一收，一进一退。下边接着演练手绘劈拔，这个手绘劈拔啊，这叫劈拔式，这叫绘劈拔。说为什么叫手绘劈拔？就好像吧，这个手拿着劈拔这探，一下又换了这个手来探劈拔，所以说也是全是进攻放手啊。下边对方来右拳啊，接手手绘劈拔，这叫劈拔式。这个劈拔式当中啊，有好多，你看一捋劈拔式，一翻关节劈拔式啊，一那拜马捐帜这个劈拔式，也叫霸王松克啊，这是劈拔式，这就是这面子的劈拔式。这个会劈拔，这面子还有会劈拔，说对方吧这一抓握啊，我会劈拔就可以纳住啊，把身子纳住啊，所以说他一抓握这就可以纳住，会劈拔啊。那么翻过来，对方赖拳，我这是劈拔式啊，劈拔式既可以把它捋过来啊，又可以翻关节啊，依赖这翻关节啊，再就是把我松克把它送出去，这个主要就是拿的这个关节，别拧，拧没用，拧不疼啊，不拧走出这一点来，怎么往上一推他就难受了啊，这叫会劈拔。正面挥呢还有左手挥，左手吧这一抓肘，我这怎么一会劈拔也就纳住。下面是斑斓翠的实战大法。对方用左拳打我从下路，我右手为扳，一扳一拳啊，说再打我一拦一拳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对方这个来的拳以后吧，一个圆周率的四分之一啊，我往这面零，这为扳，这一锤，说对方来拳，我这样拧过去，在这里一拳，这又是一锤，也叫斑斓锤，这是两锤。说用这面拳来打我啊，我用左手走四分之一的圈，这叫斑一锤。说往这面正路拳，我往这面是一拦一锤，叫斑斓锤。这个斑斓锤还有好多用法，比方说吧，他现在来这个拳了，我这是一扳一拦还是一锤，一扳一拦一锤啊，所以说另外来这个拳的时候吧，我这也可以一扳一拦一锤啊，叫斑斓锤，也就是说一扳一锤一拦一锤。下边练如风似壁的实战大法。如风似壁，当我打对方的话，对方吧拖我肘啊，拖肘，我呢走御风四臂，怎么走的呢？这个手拿过来放出去啊，也就是说一打御风四臂。这御风四臂就像梁山门一下子开了，把它一下闭上，也就是说啊，开门再闭上发出去。说这个如风似壁，说他一抓肘，我
从这面子可以走，那么反过来他抓这面子啊啊也可以走啊，如风似壁啊，如风似壁这么发，如风似壁。这个如风似壁吧还有好多，你比如说吧，他现在这这么一抓，我这还是如风似壁，也就是说吧，往下这么一吃可以发啊，一吃发，你看往外一吃一发啊，狮子手大发啊，狮子手在迷句上说狮子手法变不尽啊，在物事迷句上说狮子手法变万招，说什么招都可以变啊，说对方吧遇到事的时候说这这么一散，这就是狮子手，说这样还是狮子手啊，这是大狮子手啊，劝神狮子手，这是啊消狮子手，实战狮子手，说这样的遇到事的时候这这么一赞啊，对方吧不管进什么招，你比如说他现在进招，你看进招我这就由狮子手变成一个驴劲儿啊，再变棚劲儿，或者是一个狮子手，你看我又变了上不齐行啊，上不齐行啊，狮子手，说而且他如果要是用这个翻掌来打我的话吧，你看我这还是狮子手，拿住了啊，这个手就很自然的就拿过来了，狮子手。反过来那么这面也一样，对方来了以后我可以这样说，这正章来了以后吧，你看我这还是狮子手啊，这还是狮子手。所以说这个狮子手啊可以变任何招，你看赖拳我变这个，赖拳变这一个，赖拳变这个，就是狮子手法变什么招都行啊，狮子手。说抱虎归山太列成啊，一个财进一个列进，所以说这个在实战当中，我这个当打他的时候，他用驴按劲儿，他用驴按劲儿的时候，我就用一个碎劲，碎劲往上一上步，肘子遭命闷啊，我这个肘子遭命闷，这个肘子一遭命闷就把人扔出去了啊，力量就出来了，肘子啊，肘子遭命闷啊，命闷就是在肚刺后边这个咬二嘴，肘子是少海穴啊，一遭命闷啊，我一打他一呢一遭命闷，这就扔出去啊，这就是抱虎归山。但这个抱虎归山当中还有一个菜裂劲儿，说这个手为猜，这个手为裂啊，也就是说这个这样安替为猜，这个走命脉为裂，所以说当他一进攻的时候一猜裂扔出去啊，猜裂劲儿，这是抱虎归山啊。抱虎归山如果要是换一面，我打他他一捋我的时候，我左的肘子遭命闷啊，一打左肘子一遭命闷啊，力量就出来了，所以说肘子遭命闷。下边练骤体砍摧的实战大法，骤体砍摧啊，骤体砍摧在迷语上胡宗手说，对方当赖圈的时候，我这是抓钩，这一抓钩，对呀，骤体摧啊，对方对呀，对啊，骤体砍摧啊，骤体摧。也就是说对方一来我去他变得关，一关的话啊，下边啊骤体砍摧，谢飞式的实战大法。对方来右拳啊，来右拳的时候
谢飞士，谢飞士啊，谢飞士法，谢飞士。对方来左拳啊，谢飞士啊啊，谢飞士来右拳，对，来右拳。这个式子啊，谢飞士啊，也就是说这个式子当走的时候是走这么个弧线，走这么个弧线啊，走这么个弧线，对方依赖这个的时候，不这一个弧线正好把你吃起来，在失重的情况下发出去。下边练海底针的实战大法。海底针，谜语上说海底针要攻神灸啊，攻神灸。说对方单手一抓我，这一抓我就海底针，这可以这么发啊。还有海底针这一抓我，我这一切手撂阴啊。还一个就是说对方来中下路拳，海底针啊，海底针啊，说这面子手来，说来抓我啊，海底针啊，抓住半个弧，一切手，再来拳，海底针，海底针啊，这个这是海底针的用法。下边演练山通背的实战大法。山通背啊，对方山通背，口诀上说山通背上托架功，说对方右拳打我中上路拳的时候，所以说我一托啊一发啊，所以说这个赖拳，哎对啊，这就是啊换左手的啊，左手的山通背啊，这是务实的山通背。也就是说好，对方赖拳的时候，我这个时候接的时候是往上后接，上后接把他叫起根来，在叫起根来的情况下再发出去，这就轻巧了啊。所以说这一个这就是左右啊，左右山通背。下边练习撇身锤的实战大法。对方从侧后来右拳打我的时候，我用撇身锤。这个撇身锤主要是放纵进攻啊，放纵进攻。好，来右拳撇身锤啊，看着啊，撇身锤啊，是撇身锤啊，换左手啊，撇身锤，撇身锤啊，撇身锤啊，再来撇身锤。好，撇身锤。下边练运手的实战大法。运手，运手在谜语上说运手三进臂上攻啊，臂就是在胳膊上，怎么来的？对方，对，对方赖拳打我，对方一进，我呢，我不能，我要想进他，必须得首先把这个解决了，那么我这个手一吃就解决了，那么我的拳也就进来了，打他了，他唯有把我推出去，他走的道更近，说这样的时候我走运手，运手，这是个反关节，当然容易拿坏了，这是正运。说最后他还来打我，我在打他的时候吧，他印高马大，他吧不接我的手，直接就把我手往外推，推推到这个角度，那么我这个运手呢叫强运啊。怎么强运？这个强运非常技巧啊，你看不用使劲，哎，这这么一转，这印就纳住了，叫强运，强运啊。再看啊，D
第一个是正运，说对方来了拳以后，我打他的时候，这是个正运。说第二个，对方印高马大，他一打我，我打他的时候，他推我肘，推我肘，好放松，推我肘以后，我正运运不上了。你看正运吧，在这个地方我正好死力嘛，因为吧，我越在这来越费劲拿他。说在这个地方，你看一下拿过来了，我在这个地方。因为那个力臂小了，我就费劲了。但是他又推到这来了，但是我还要用四两拨千斤的劲儿把他晕出去。怎么晕的？就是一个拧锅劲，你看拧锅，哎，就把他晕住了啊。这是强晕。下边呢，说他再打我的话，我打他，他还是推的我肘吧。往我身上推，啊，往我身上推，不是往侧推，往我身上推，想把我推出去。所以说我这个时间用的是反运，啊，所以说咱们首先在运输当中要记住这正着三个，就是说正运、强运、反运。说对方一推正运，说对方打我的时候。完了以后硬推我肘，推到侧面的时候我强运，强运吧一定要用个拧锅劲，一拧一锅，一拧一锅啊，这叫强运啊。对方这么一打我打他，推我的话往我身上推，一推用的是反运啊。这就是啊运手，运手吧是反关节啊。咱们练习的时候一定得注意，使劲大了以后容易把胳膊伤了，所以说咱们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慎重。下面练习高探马的实战用法。高探马在这个老婆上说高探马上烂手刺啊。高探马吧，这个里头有既有点穴，又有纳筋脉穴位，还有一招之地啊。这个咱们现在练习高探马，说对方来右拳，对，来右拳，我高探马，我高探马呢不命思义，我这个手呢就是拿着马刚上，这个手摸摸马头，这就是形象化，为了好记忆啊。所以说对方来了，哎呀，这是高探马，我这是走的利手高探马。那么这个时间呢，我可以搭这个脖子这的穴位，还可以脖子上的筋脉都可以拿啊搭。但是吧，只能以这个晚间走道遇到坏人的时候用，平时是不能也滥用的啊。这是高探马，我走的利手。现在呢，高探马我走的外手啊，我走外手高探马啊。高探马，你比方说吧，搭肩颈穴啊，这这么一搭。他就那个刷，就是从胳膊这那个经脉就下来了。说这样轻打吧，可以把阴的这个经脉之气打开，重打了以后容易伤肺气，因为吧肩颈穴是肺的支儿啊。如果一打你坐的那个地方喘不上气儿来，这就伤了肺气了。所以说当练习的时候要有数。所以说现在他再来，你看自己来，我就打肩颈穴。除了肩颈穴还有大椎穴，还有这个梗动脉，有好多东西，所以说咱们不能随便乱打啊。这个啊可以纳脉大穴高探马都有。所以说咱们再换过步来啊，对方左拳来了以后，我走利手高探马啊，高探马说我还可以走外手，看啊，这个手高探马搭啊，大肩颈打大椎，还可以纳筋脉穴位，还可以打穴位啊，这都可以。这就是高探马，看啊，再来高探马啊，高探马。下面练习颈部摘锤的实战大法。颈部摘锤，这个就像一个拿着小苗八个坑把它摘上。咱们颈部摘锤先说手上的颈部摘锤啊，这个对方来拳，
这一来拳的时候嘛，中上路拳，要中下路拳，咱用的是刚才是踢手伤势了，这个等等啊，下边是中上路拳。那么我左手说画这么一个圈，把它拿起来，一拿上步，颈部再捶，这是个擒拿手啊，颈部再捶啊，这是个反关节，颈部再捶啊，这个。对，来颈部再捶啊，这是那手的说在那右手的颈部再捶啊，我这个时候一贴的痛势是这样啊，颈部再捶啊，看啊，颈部再捶，这个颈部再捶这里头有好多用法。这刚才是手上的，还有一个颈部在捶，就是说对方来拳啊的时候，我上步啊吃住啊，这个手来操腿，这个膝盖往上一抬啊，这就是放倒，颈部在捶啊。那么反过来这面，也就是说他一来的时候吧，我一上把他两个手缝住，对，缝住完了以后，这个腿往上一走，对好，这好，往下这么一摘就颈部再捶。下边练习大呼式的实战大法，对方用左拳打我，中上路来拳啊，我吃手打，这个时候一领，这个时候打他的肾腰子啊，如果刚才只是打的中上路来来拳，中上路啊，说如果要中下路啊来拳啊，中下路这来拳，来中下路啊，中下路啊，好，再翻过来，上拳打这儿，中下路啊，中下路，好，这就是大呼式。大呼式两面，刚才只是左右两面，下边练习双峰贯耳的实战大法。双峰贯耳也就是用拳头打两个太阳穴，叫双峰贯耳。说在使用当中，说对方吧，有的用两个手来拳啊，有的双撞，或者是像老虎一样来扑你，或者像蚂蚁的蹄子来劈你啊，这个吧就可以用双峰贯耳来破解。说对方像老虎来扑你的话，这就可以完了，双峰贯耳啊，这么一来，这双峰贯耳。这个双峰贯耳呢，这个在太极拳里头吧，名字是双峰贯耳，有可以吧单贯耳啊，有可以双贯耳。说单贯耳吧，说你看来左拳贯耳，说来右拳贯耳啊，双峰贯耳。这个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对方来拳要能把用太极劲儿把它吃出去啊，完了以后往上打啊，这就是单贯耳。好，下边练习夜马分鬃的实战大法。夜马分鬃，夜马分鬃在老谱上说，夜马分鬃攻腋下，腋就是这个，这是这位腋下。说当对方来左拳往前中上路的时候，我走夜马分鬃，我这个时候一吃，这个时候上来啊，上来以后这锁喉掌，那么这个地方吧就是用前臂拔出去这夜马分鬃。当这个夜马分鬃里头吧有分好多内容，说对方吧这个依赖拳，我一吃一锁喉，他必须他得管着架，不着架的话，一关的时候吧，我马上这个手
往前使劲一支印可以强下去啊，这个吧是必须演练出这个，因为这个是复合力学的，因为意念它的手是往上去的啊，往上去的我往前不是直接的往前，而是一个圈往前啊。如果他往这我往这，就是两个印力与力增，这叫顶，犯了双动之病。但是呢我这么一个这个弧线往上，这么一个弧线一个弧线它就失重了，这是夜麻分宗。夜麻分宗还有一肘，也就是说当我一拿他这个咽喉的时候，他一管我的时候，我这里还有一肘啊，一肘啊，一肘，就这有一肘，是不是？他要是在把肘来这一画的时候，我这个地方有翻关节啊，翻关节，翻关节啊，而且呢，他如果要这个手把往下按我的话，按我的话，下边一撂阴，下边撂阴啊，下边一撂阴，这个整个夜麻分宗啊，下边接着演练玉女穿梭的实战大法。玉女穿梭在太极拳里头就好像玉女在那织布打四个角啊，织布来回穿过去穿过来啊，老谱上就是说玉女穿梭四角风打四个角，这个在实际运用当中的时候，这关键是一个接手和打的东西。说对方总上路拳来了，我第一个左手手腕子啊，玉女穿梭吗啊，这个手腕子一个圈要把对方拿起来，完了前臂再来一个圈叫起来发出去啊啊，也就是说玉女穿梭关键是这个吃劲儿吃劲儿吃劲儿啊，玉女穿梭啊，玉女穿梭吃劲儿发出去。那么反过来他右拳来吃劲儿吃劲儿发出去啊，下边练习下势金棘独立的实战大法。下势，下势也就是平时说的瀑布啊，完了以后怎么一下子瀑布啊，金棘独立，这个也就是说下势当对方进攻这个印高马大力量非常大承受不了势，所以说用一个下势，下势也就是大驴的势子啊，下势。这个下势呢说对方说赖拳说赖的非常重，个大力量大承担不了承受不了，这怎么办呢？用下势往后撤步往前领他啊，往前领他，这啊这就下势啊。等着一起的时候是金棘独立，起金棘独立，这个金棘独立吧，老婆上说提起伤达致命处，下伤两足难六庆，说提起料音下落脚抬脚，这个下势就是说啊，一撤步一起的时候马上转为进攻啊，金棘独立就变成了金棘独立。说金棘独立吧，说提膝撂阴啊，落脚踩脚面，踩脚面。说具体再说说这个金棘独立，说来手我怎么一吃那个拳，再一来一啊吃住以后上步撂阴，他一抛踩脚面。下边练习迎面掌的实战大法。迎面掌就类似游地拳当中这一个礼貌怕树啊，厚道胜啊，类似就是啊，它的道理是一样的。说对方来左拳啊，我这个手一个弧形吃过来迎面掌，说他的一架这个手啊还是迎面掌啊，这个手架还是迎面掌，还是迎面掌啊，这就是迎面掌啊，迎面掌，迎面掌啊，迎面掌啊。下边接着练习单摆练双摆练的实战大法。单摆练也就是说对方他的左拳打我的总上路打我啊，往前来完了以后吧，我这个手
吃接手接手赖拳接手啊，赖拳接手啊，这一接啊，这就纳住啊，这一个这就是啊单摆练。另外他赖这个拳来抓握肩膀，这还是单摆练啊，单摆练，单摆练，说单摆练，也就是说我用这个胳膊压他的这个关节。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，逢是翻关节的气纳纳腕都是拿的这趟筋，拿的这趟筋，看着啊，我这个手就这么轻轻的这么一压他就受不了，每个人都一样。那么他的这个手啊，这么一压这就受不了，也就是拿的这趟筋。那么单摆练咱现在是说的手法和肌肉路，还没谈退法，退法咱们以后单独讲退法。说这就是单摆练啊，说单摆练是这样的啊，单摆练，单摆练。说双摆练呢是这样的，说双摆练，说赖拳啊，赖一赖拳的时候吧，你看我可以这样一推，这叫双摆练啊，这是一个。再一个双摆练，说你看他来，但是这里头有个接手，你看哈，一赖看到没有，赖拳的时候吧，我身子和身啊是这么接的，这么接啊，你看赖，你看这就是双摆练啊。说那个拳一来，你看这个手是这样来啊，也就是对，这是单摆练，这面是双摆练啊，这面也是双摆练啊，来一抓肩双摆练，看着啊，也是双摆练，你看我还这么一样，这就受不了了，就这个关节双摆练啊，所以是双摆练啊。所以一赖拳，赖拳关键是个吃手，你看吃手吃手吃手啊，吃手啊，吃手，单摆练双摆练。好，下边练习搂膝直裆锤的实战大法。搂膝直裆锤和搂膝腰部类似，但是角度不同。搂膝腰部是中上路拳的斜中招，直裆锤也必须斜中招，但是是中下路的，说中下路那个搂膝腰部是用的掌，直裆锤用的拳，也就是说对方来了以后，我这么一搂朝裆打啊，打出去，这是一个。再一个呢，对方用扫裆锤，这个你看咱们武林上这有的那个后扫腿，说这个吧咱们也可以破后扫腿。你比如说吧，说这赖拳有的人吧用后扫，哎一扫，你看你就直裆锤就是打对方那个臀部啊，臀部，你看啊，一打臀部啊，下边咱们一定在散打当中吧，一定要记住这么一个，对方要是起腿的话，你一定不能也往后撤啊，一撤吧他的腿的重量全提在你身上，只要他起腿啊，只要他一起腿的时候啊一起腿你就往前上，只要能一贴到他身上起来腿也这一个发不出力来。所以说这一个咱们一定这一个要这个强步强在墙上去，说再次赖拳走后扫，后扫，你看就打他的尾骨，就这一个吧，就他的身体的中心点，而且是力点吧是效果最好的，就打这了一打就趴下啊。所以说这叫搂膝直裆锤。好，下边练习上步骑行的实战用法。上步骑行吧和腿部跨弧一块演练啊，说上步骑行，说上步骑行腿部跨弧，这个太极拳吧说是
上啊和进和退，说山即进，进即山，上步进行上步，上步也就是要闪开，怎么叫闪开了呢？把对方打倒或者是控制住，那么你也就这个等于闪开了。说上步齐行，说对方又上路拳进攻的时候，我这个手上步齐行，这么一吃手的时候马上上步齐行踹他的膝盖和膝盖一下，太极拳的腿啊，最多起腿起到这个腰，不让你起更高啊，也就是说原力是最高了，不让你起高腿。所以说吧，这个上步齐行吧，也就是在膝盖和膝盖一下，所以说踹着膝盖他必须得关，不关我就踹上了，所以他一关的时候啊，就是变为腿部垮弧，腿部垮弧这是一个翻关节，这一肘这还一撂阴，是吧？上步齐行腿部垮弧，也就是说山即进，进即山，看起来我刚才说腿部垮弧山了，山也就是进去了，枪进去了。所以说看看啊，上步齐行啊，一踹他一撤，你看我山，你看山就进去了，完了以后一肘一撂阴，好，再换方向，上步齐行，看踹撤一肘，这一翻关节一撂阴，这是上步齐行腿部垮弧。下边练习弯弓射弧，这个太极拳吧，这个练习大法的时候一定要这个符合太极的大法，太极的大法就是说每动一气欠一静带动，激动之后要追打干打，就不能也老在这听着。说弯弓射弧就是直接进攻的招式，而且吧这里头吧在进攻的当中吧，里头有个奥秘诀窍，说一般的这都是不外传的诀窍，牵引总结的。说对方这个赖拳打我，假设他是二尺打我，我打他也是二尺，说因为速度都差不多，胳膊长短也差不多，一般打起来就是一个平手啊。所以说吧，这个一般的来说手对手，肘对肘，肩对肩。说太极拳的大法，尤其在这个弯弓射弧当中，咱们一定要练出一个这个高级的东西来，也就是说吧，必须得符合理。什么叫理？也就是说他打我，我打他，他二尺我二尺，是个平手，那么我吧不这么打，我改变一种方法，当他出拳的时候，我用肘接他的手啊，我肘接他的手，我得比对方同样的速度快了一个胳膊啊，一个前臂。所以说你看他对方来打完啊，能理解了吧？你看我肘接一接，这就打完了啊。说这面子也是一样，你看打，说这个弯弓射弧吧，弯弓射弧，我这是弓把，这是弓箭，说弓把和弓箭都好使啊，我弓把可以打，那弓箭照样也可以打啊，而且吧既可以抢外门，又可以抢中门。你看啊，对方一赖拳我抢外门啊，对方一赖拳我也可以抢中门。说这面子，说对方一赖拳，看啊，我用肘接抢外门，又可以吧抢中门啊。弯弓射弧，弯弓射弧吧，这个关键是要记住一个练习，你要想占先机走近道，也就是说他赖拳的时候我别管他拳，我用肘接他拳，我这个胳膊就长了这么一块。如果你要是他来了拳，我这个拳再去开打他，那么两人老是平手。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啊把他记住，用肘接手去打。好，以上式子的实战大法大部分说了一遍，下面将手势。手势是从上往下外倒内行啊，外倒内行到了肾缺穴，往里头这么一合啊。说起势的时候有用法，说手势也有用法，因为太极嘛，
太极是以阴阳学说、五行学说组成的拳法，说一动一静，说动则生阳，开始产生了气势，说最后呢由动归静来收功。那么收功这也有它的积极含义，比方说他两个手来托我的肘啊，他往上这一托肘的话，我这个肘吧就往下一沉，这就解决了，所以这就一沉这就解决了啊，把气吧啊一下子回到丹田，这就是整个手势练功完了啊。也就是说最后手势，在手势的时候吧，一定要外道内行，手外边引导，体会身体里边的感觉，往下落落落落到了肾缺血，俗话就是肚脐儿，往里头这么一合，时间一长，你就能体会出气沉丹田的感觉，把它收回来。完了以后，向左一看，手势完了。太极实战练法练完了以后，那是在练习阶段，另外一个还要练习太极的接手。为什么要练太极接手？也就是说练每个式子大法的时候啊，由于不熟练，这个速度慢啊，方向角度劲儿路遭不上，等着练熟了以后，那么就得练速度啊，练高层次的了。说首先要练接手，说练接手的时候，说对方来右拳，来右拳，好，来右拳的时候，我接他手的时候吧，我用肘接他手，怎么接？先看啊，来了一拳以后吧，我用肘去接手，啊，用肘一接手就到他脸了。说在里边呢，他来了拳了，我也是用肘一接，我就快了这么多了。所以说他现在快打拳打啊，快打打啊，来拳快打打，对，快打打，快打打啊，打啊，也就是说在这个练拳当中必须是这个练出来啊。这一开始的时候练要这么练，说手接手，你看手接手，手接手，手接手，手接手啊，都是这个练熟了以后，连肘接手啊，肘接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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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都是再到一定阶段可以用身接啊，身接他的手啊，这一步以后再讲啊，先讲到手接和肘接。说这样的话吧，就在原先的那个层次上一下提高了速度提高了层次，所以这样的话吧，你同样的速度你就比对方快了这么一块。好以上咱就讲完了。